了整整20年，不要在那边故作清高，你应该对张荣之报仇吧。我有什么错？如果不是祥俊的儿子，您会遗弃那个孩子，这一切都是您的报应。立刻离开这个房间，我帮你找了旅馆，就是叫你离开我家。对不起，因为我突然觉得头很晕。你妈生了什么病？服用的是什么药物？这些你查过了吗？这个星期我可以去拜见你的父母亲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三姐弟要勇敢，东森戏剧台。